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。什么十分重要的事？收拾他，娶他。胜国，怎么样了？你说话呀！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。什么十分重要的事？收拾他，以及娶他。娶他？你的意思是你要娶白绝？一般娶媳妇是不是要聘礼啊？是，娶一个寻常的仙君尚需三媒六聘，他堂堂真神，那要迎娶他入朝圣殿，自是要把天下的奇珍异宝都要放到他面前，否则怎么对得起他对我的千年苦等啊？哎，这离开神界千年，性子倒是没变。吴焕，你怎么来了？上古呢？月明上神，我家殿下几日之前便已下界，他叮嘱我一定要将这令语三日之后交于您。鬼点子倒是挺多的。神君，我家神尊可是有何事？无妨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家殿下心眼多着呢，你替他好好看守朝圣殿吧。是不是无论我怎么做，都无法与你们比肩？白绝神尊，神尊，怎么了？今日我奉命下界巡查，没想到南海城中也有穷奇出现，我和他们交过手了，但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现在正乱着呢。红日，去敲响神钟，召集众神。是。不，来不及了，上古他知道消息已经下界了。这样吧，我去召集众神，你快去帮他。哎，行了，就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去了也是添乱，你就好好在长院殿守着吧。啊，那我去混天殿告诉至阳真神。哎，你就别去了，我去。区区几只穷奇，以小殿下如今的神力，一见就秒成渣了。嗯。哎，亏我家神尊还做了十几万年的真神，真是一点脑子都没长啊。